该来的总会来的。今日奔跑吧。节目组在官微发布本周预告，本周继续在大连开跑，转今天郭京飞惊喜加盟。这期主题配合邓超最新电影《心理罪之城市之光》的宣传，继上期大眼片 Angelababy 后，本周跑男们再度失忆飙戏，要通过游戏寻找回记忆。Baby 和热巴这造型看来又要 PK 一把了，哪个护士才是真的呢？第一个游戏是跟滚球赛跑，鹿晗拼命撒腿狂奔，陈赫见球来了往回跑，边喊你厉害你厉害，淘气的赫赫估计又要承包整个游戏的笑点了。第二个游戏是熟悉的弹飞椅，最担心的恐怕是迪丽热巴了，不会游泳的胖迪需要很大的勇气啊。上次撕名牌演戏输给 Angelababy， 这回比拼肺活量，迪丽热巴貌似又输了，热巴输给 Baby， 鹿晗则是输给郑恺，这对之适合在陆地上行走的陆地 CP， 苦命鸳鸯要双双落水了。落水前，可怜的胖迪说了本期的那句名言，该来的总会来的，哈哈，居然莫名有点喜感，估计这期播出后这句话要火了。该来的总会来的，该看的总要看，鹿晗迪丽热巴落水这么精彩，看来本周五奔跑吧还得继续约。